来，让我洗个手哈，还是我们直接去美心的房间？不是，我们直接去啊，我们去我们老婆的房间，来洗手手，爸爸这就来了哦，嘿嘿嘿嘿嘿，哈哈，好一个游戏，拜托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认真点哦，怎么洗成血？越洗越恶心，哇！哇，越洗越脏，幻想，一切都是我的幻想。好，镜子永远看不到自己，一切都是我的幻想。美心，我来了，美心，Don't worry，爸爸来了，别难过，别难过，Don't cry。爸爸，爸爸来了，哪里痛痛？跟爸爸说，麦考，麦考，我，爸，我靠，这个针这么粗哦，哇，是针这么粗哦，帮你解脱，帮你解脱，宝贝乖，宝贝没事。别哭，别哭了，不痛不痛了，好好的睡吧，我们的美心。那么，杜美心，病历30018，性别女，10岁，她做10岁哦，胸腔科，胸闷呼吸困难，X 光检查结果抽血皆正常，并无病因，建议不知道点点点。然后呢？贵家长您好，这个看过了，哦，病因建议这个地方被剪掉了，他是故意不给我们看的，诊断证明，为什么 X 光片变得那么破碎，是故意的吧？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纸飞机耶，哇，以前最喜欢用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宝丽龙纸飞机。被这个东西打到其实不会痛，但是很好玩。我就喜欢用这个 K 加头哦，不要学，啊 捉弄同学。哦，你看掉点滴，我们的美心重病掉点滴度日，然后这边被挡住了，为什么？转过来直接医院。我靠，我们家真的是万能的那个呢建筑瞬间变成医院都没问题，你看。你想要是医院吗？你想要是杂货店吗？啊，让你心想事成，变来变去，哇，好怀念的电话亭哦！我记得好像投10块可以讲几分钟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后来都变成用那个磁卡嘛，现在好像还有磁卡的样子吧，不过已经很少人在用了。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，不是，以前我舅舅在当兵的时候。哦，都会用这个电话亭，嘿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赞哦，怀旧怀旧，剧本，久病不愈，小孩房，业内，烛光照亮被那个怎么念啊？被什么茶药茶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城里玩？近期不能出门，你乖，等病好了，爸妈就带你去。针好痛，我不要治病。丈夫将孩儿身上的针灸全拔了，不痛了，不痛了，爸不叫你受苦了，哭累了，逐渐睡去。这可整好，已经好段日时十日了，我好心疼，你别操心，我有法子。其实他这个剧本其实就在讲自己啦。这个剧本都在讲自己，有没有？这是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啊，不然嘞？难道说这些剧本只是我们在陪他演一场戏而已吗？其实这都假的，一切都是演的，对不对了？我知道在干嘛，开始玩拼拼乐，懂古洛的人大概就知道这怎么拼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
可以移动 A 跟 D。对啊，这样没有错啊。我要把它全部加进去啦，不然怎么拼啊？白痴哦！来，这个放这儿，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儿。哦，有了，已拼好。哎呦，直接投影出来，投影方向。哇，这还有投影方向，那么酷啊！投到谁身上？哎，小孩。哇哦！行哦，符咒！Oh my god！哎呦，这什么符他也没说啊，还是说我们家小孩中邪，撞邪了？喂，陆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何老师，你的讲话情大舌况我头。了解了，不用担心。你先来楼上见我。我是杜老师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好，林北现在就去找你。哇，打火机，打火机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可以开门吗？孤处，孤处。我都听不懂这个歌是什么哎，不过就是我们那以前老一辈年代的哦，瓜皮吗？这是谁啊？我可以不要上楼吗？我就窝在这里一辈子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信不信？从中间掉下来给你。哦，然后这个小孩不知道是谁。一大堆小屁孩在这里走走停停，呀呀，他是在哭吗？我靠，一大堆符咒，什么鬼画符？看无，心想事成符，什么？观天地人间，财源广进，重生吧钱鬼，我还你原形，水陆乡民心。哎，直接开哦，没有年月份。Oh my god！ 何老师，你在哪？我来了。何老师嘞？七彩新舞台，怎么又是七彩新舞台啊？真的是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嘿，哦，开始演了，开始演了。七彩新舞台。金摇摇篮，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心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我女儿》马头姑娘，掌声欢迎。我女儿长什么样子？马头姑娘，哇，这就是我女儿，台北杜美心。版权攻击，码头姑娘，哇，准备要唱就没了，卡条，我要看我女儿表演，我再敲一次哦，啊、不能敲了 ，What the？ 啊，我的椅子嘞，金毛现在在给我故意的呢。娃娃一啊，不见了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一尊神像。What？What？
就是在说明说他被这尊神像给附身。哦，哦。那我老婆吗？我不知道美心在哪里啊。进入回忆。Oh my god！ 我从浴室醒来了。喂，哎呦，哎呦呀！哎哎哎 ，Sweepy！ 哎呀！我要追我女儿 ，Sweepy 卖照 ，Gimme 过来 ，Sweepy Gimme 过来，哦呦，拾回往昔的片段，方能走入今日的圆满。好思好思，满，这边原本好像有什么，但是想不起来。哎，对啊，都没有注意这边到底有什么。我们家里的门前都会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我身上现在什么，哎，一个道具都没有。好吧，那搜刮一下这附近，看一下有什么相关的道具可以解锁。门开了，全开了是怎样？可能要我收集吧。我觉得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先从左边走了，1980、1985、1986。1980是什么年？鼠牛虎兔龙蛇马羊，猴年嘛。1980是猴年嘛，对不对？读取中。What the fuck？ 读取这么久是怎样？1980是我们刚进来没多久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好像还没出生的样子。我要去关火啊！我可以先去这里吗？不行，不给去。小孩刚出生。啊，祭祀地基主的仪式。哇，有鸡欸！妻子代办事项，地基主和地基婆是玉皇大帝钦派的住家守护神。哦，入新家前都一定要向他们打招呼，准备各种象征喜气的物品来祭拜，才能保全家平安。哦，五点上市才买鸡鱼鸭头三层肉要烫过，或者都是一些那个，然后还要给老师红包，嘿，好好照顾我家的美心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七点开始打扫，喷阴阳水。家具贴红纸，角落撒钱币，零钱放水桶，准备麻将，给三婶婆泡乌龙茶，叔公泡白菜，外婆泡香片。哦，那个以前早期的女人，真的感觉挺辛苦的，非常辛苦。煮红汤圆给所有人吃，柴米油烟醋，油烟酱醋茶都要买新的，不能拖过下午。欸What the fuck? No！ 嗯，打麻将的声音。哦，啪啪球，啪啪球。虽然我不会打。哦哦哦哦，哦哦哦，怎么又黑了？哇 ！Hello！ 哦，没事，应急过了。哎，我可以来这里了。Hello， 老婆，老婆的红衣服儿，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。最喜欢的照片？最喜欢的照片？Oh my god！ 一个洞，不要看啊，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哦，这是谁？这是我在写剧本吗？啊，
完了，等一下要被贴脸了。贴脸注意，出声。敲爆你！爸爸，你看我！爸爸，你看我啦！爸爸，爸爸，你看我！快看，快看！爸爸，快看这里，我这边有一个洞。怎么突然觉得很奇怪？爸爸，快陪我玩这个洞，快点！我这边有一个洞，快陪我玩。爸爸，你在干嘛？爸爸，你在干嘛？我要把什么东西撕掉啊！爸爸，你干嘛都不理我？冷心，不要吵爸爸。不要吵爸爸。哇！爸爸俩公了，爸爸俩公了。啊，舅舅是就叫什么？麦克阿尼帕瓦妈妈。啊，是不是周杰伦？奇奇明星，我觉得这应该跟这有关联嘞。连连看。密码会不会跟这有关联啊？然后这是什么？妻子友人的来信，身体还好吗？收到你的回信很高兴，得知你封隐时，业内朋友都很难过啊，就是为了结婚成家立业，所以说就封隐了嘛。年轻时，我们一般姐妹曾期许展翅高飞，哦，但踏入了家庭后，现实不允许嘛。哎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他离开了他的演艺事业。好，红鞋，我还是没办法开这个0670 0760。开不了，给我开哦！所以我先拿了唱片，然后以及高跟鞋，没有什么屁用，不是这样用的。算了，我要去外面了。到底是什么？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啊，就是。哪里有密码？完全看没有啊！下面写一二，是这个一二第十二页的意思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有一种光晕的感觉？对啊。哎，这边有一幅画要放哎，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要出去了？算了，我觉得我先出去好了。还是我们这边有相关的讯息？最喜欢的照片，这是涂鸦。我目前没有捡到任何什么最喜欢的照片。算了，我们先走，先出去才是重点。还是说打火机可以照出什么个所以然？应该是不太可能。来照来照，好，来找美心最喜欢的照片。这是什么？直接开门出去对吗？我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捡呢。刚刚那个女生不知道是谁啊，不过先不要理她好了。相机脚下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把电视机关掉吗？这是什么？相传发生在闽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，村里有一位农夫，其子自幼体弱，故将他送到佛寺当小弥撒，小萨弥，小萨弥灵蛇现身，
后来他逐渐健壮，修行之余还不时回家陪伴父母下田。某天父子下田时，田间出现一条长着条纹的大蛇。起初他们很惊讶，后来发现大蛇没有恶意，还驱走了害虫和老鼠。年年丰收，立世观传说。第四关传说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美心得很多奖，是不是？好像都是这一层一层往上叠高的，好像都是书读到之后拿到奖杯这样子，日积月累累积而成的。什么巨作才子，杜峰与二度获奖。哎，这是我，我以为是我的小孩，呵呵。等一下咪，我最深的忧愁被你折成花。盆栽，放唱片进去，放唱片进去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吧？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找不到，还没有唱片、高跟鞋。哦，但是我们没有相机，这可能要去别地方拿了，是吧？开门，我们出去吧。东西什么都找不到，只好出去了。Hello， 不好意思啊，抱歉哦，我靠，这么凶哦。巩立方，他叫巩立方，巩立方告别歌坛。全心为家庭付出，玉女歌手隐退。那么，口碑不佳，评论家虎头蛇尾，言之无物。上映首日流出什么东西？人什么的劣评，彩艳凌空，口碑不佳。所以说我写的东西口碑不佳，然后造成了庞大的压力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怎么那么什么相关的没有？这个也可以放上去。哦 ，1980 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所以说到时候这边的话，可能需要用某一些其他地方所拿到的道具进去做填补。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年代，1980发生的事情就会慢慢的补齐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去别的地方哦。好，我们先去，这边有1980嘛，我们去1985好了。五年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好，五年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尿死我！好，1985年，下雨天，我还记得这时候是我们美心生病的那一天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好可爱的背包哦，魔法公主这样子。阿里山一日游，三人成行，天天出发，不能去郊游了。美心在房间闹脾气，去念他最喜欢的故事书给他听听吧。点一下蜡烛，不能偷走我的蜡烛。所以说，美心生病到底是哪时候啊？十岁，我忘记美心生病是哪时候了。点点蜡烛，等一下再去啦。我们来点点蜡烛先，好不好？太黑了，太黑了。好，我们的红龙雨。我靠，这三小皇冠，好吗？宝冠，酿酒涂鸦，美心照着我写的诗画的涂鸦。鞋、宝冠、红色洋装是大明星的材料。哦，大家知道了。这个要放进去啊，是不是？贴在酒缸上的诗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这一瓮酒将随着你甜美成熟，哦，熟成。酒缸里酿着，母亲为你献上三个祝福：愿你的倩影被丝绸环抱，愿你的发翘，是不是有星光围绕？愿你的玉步让众人倾倒。我大概知道这三个是放什么了，唱片。哎，不是这样用的、哦，鞋子。好，唱片待会应该用在别的地方。
啊，这个要丢鞋子、宝罐跟红色的衣服。好的，点一下蜡烛。还有哪里没点？全部把它点一点。应该都点了吧？嗯，这我不是看过吗？哎，锁住的行李箱，爸爸不守信，骗子！因为台风天没办法带他出去嘛，这不能有什么办法、啊？他就真的没办法哦。我们先去一下老婆的房间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舍身救生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年小萨米忽然得了怪病，连日魂不守舍，无法进食，整个人奄奄一息，大夫也束手无策，急坏了农夫。我觉得他这个寓意是在讲我们现在我们的美心可能也是这样子，所以说这可能就跟这个游戏本作的名称一样哦，还愿哦，可能就是向神明许愿吧，现在就是要还这样子。妈，此时大蛇忽然现身，开口对农夫说道：“我乃千年蛇精，看你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温良孝顺，潜心修法，令我自叹佛颅，就让我助他度过劫煞吧，以我的血肉酿成药酒，让他一下就能痊愈。”直到讲完，大蛇咬断自己的经脉身亡，这么屌。哎，结果是我们的是大蛇救这个小孩哦。哪里过来？哪里过来？嗯？啊，没有东西了，只是拿一个文件这样子哦。好呗，好吧，我们找美心。美心，我来了 ，My love。美心，别哭。美心，我要念故事书给你听咯。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有三个人，爸爸妈妈跟我。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喜欢一边煮菜一边唱歌。妈妈以前是歌星，她唱什么歌都好听。爸爸是一位作家，每天都写很多字，她常常工作到好晚，平常不可以打扰爸爸工作，否则会被妈妈骂。虽然我生病常常不能去学校，可是爸爸妈妈都会在家照顾我。妈妈说，如果我好起来了，就能常常出去玩了。我最喜欢爸爸妈妈，我希望全家平安健康，健康康。95分，这样就有95分，真好。这样子就可以有95分，怎么办啊？贴符咒，陶瓷娃娃。啊，我要怎么念故事书？啊，书在哪里？所以说。我们的美心得了怪病，然后不能愈，不知道该怎么医治，所以说不知道是谁寻求了偏方，用了符咒给他，希望他可以痊愈，迷信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喝了这下符咒，你就会金刚不坏哦，你就可以完全康复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因为迷信偏方。然后这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什么何老师，什么什么，你好，我是何老师，我知道你的处境，希望你可以来到楼上找我一下。会不会这个就是何老师指使他这么做的？何老师的阴谋，有没有这可能 ？Oh my god！ 还行，有室友这么生气哦，啊就不能出去哈、哦。美心不要这样子，美心乖，好不好？美心乖，美心乖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要走了，没东西了。好家在这个 jump scary 我没事，因为我刚刚正在推你中，完全没有恐怖的感觉。嫩，是不是嫩啊？为什么又洗了？他妈给我点亮哦！哎、欸，啊！你怎么自己坐在那边看书？你坏坏，你坏坏！我再点一次啊！你坏坏！你怎么把蜡烛全部都弄熄呢？你坏坏哦！联络簿，
在家很无聊，电视都放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我生病了，所以不能去学校。我去看很多医生，但是病都没好。我要写联络簿，因为同学都有写。今天我负责喂爸爸的红龙鱼，鱼很可怜，只能在鱼缸里面游，都被关起来，不能出去。我跟他一样。嗯，啊？